又到打玉环针的时候了，今天哦，爷爷来给孩子们打哦。孩子们，打玉环针了。还要来呀、啊、Oh no！ 哎，好，三顿肯德基哈。哎呦，我来，你来，来。哎呦，我疼死我！还来不？不来了，因为我又在吃个游戏了。哎呦，我了。哎呦，下面轮到三娃了，三娃来。我怕。你一个男孩，你别害怕人家女孩哈。打吧。哎，拿出点勇气来。准备。一针，打了吗？打了呀。哎，我咋没感觉不疼呢？哎，你再打一下试试啊！再来一针啊！来！哎，再来一针呗。再来一针，我没感觉。那子汉，哎啊，没感觉，不知道药效能不能起作用。咱打吧，打！哎，再来。哎呦我去！还继续，继续，没药水了。你这打针打的光奖励，他够吃十年了。不能打了呀？啊，没水了也都。十年就这吧呢。那你再等会儿啊，爷爷再拿药水去啊。啊，行。爷爷给你打针的时候，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不疼吗？我刚开始我都忘了，我是三娃呀，金刚不坏之身呢，没有一点点疼痛的感觉。啊！哎，你要把爷爷给套路了呀？没事，这一年肯德基我请你们吃。真的？哎，四娃救我！你娃？四娃救我！四娃！哎，快醒醒，醒醒！咋了？就是，是真的，爷爷真的被妖怪抓走了。别着急，快说说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啊，那我跟你们说，事情是这个样子的。今天的天气啊是真好，这大夏天一点都不热呀，溜溜鸡吧。你就是葫芦娃的爷爷吧？对，我的。走，干嘛？哎！死娃救我！你为什么要抓我呀？因为你太丑了。啊，我丑？确实有点丑，不过丑有错吗？好了，丑八怪，闭嘴吧，吃我一招。嘣！哎呦我去，终于把他给封印，太丑了。事情的经过呀就是这样的，原来爷爷就是因为丑所以才被妖精抓走的呀。
我又不丑，谁像那爷爷呀？每天那么自恋，每天晚上还跟三四个老太太去广场上跳舞，遭报应了吧？不是的，我记得我这个梦呀，好像是做的一千年以后的梦。Oh, no. 一千年以后啊，哎，太扯了。一千年以后，我们早已经灰飞烟灭了。嗯，我们可以穿越到一千年以后去救爷爷呀。穿越了更扯，你以为拍科幻片呢？简直做梦，我们可以到梦里边去救爷爷吗？你早说呀，我早就想睡觉了。那我们赶紧睡吧。哇，这就是我们一千年以后的家吗？这也太乱了吧，有点邪恶。就跟打过仗一样。这哎呀，快别说了，赶紧找爷爷吧，分头找。好好好。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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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爷爷，爷爷，你在哪儿呀？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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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爷也不在这儿啊。爷爷，爷，嗯，我们这课堂。邪恶的力量给封印了，那咋办呢？你们别着急，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叫醒爷爷。什么办法？快说！啥办法呢？快说呀！你们等着瞧啊！哎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哎呦我去！这邪也太重了吧！等着啊！哎呀！那是，嗯，脚气，他不是我脚丫子呀！哦，孩子们，快快走吧！咋了，爷爷？要不那个妖精又来哄咱们了？爷爷给买的这跳跳糖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吃，我先尝一口。这跳跳糖。啥？有多爽？来，我尝一尝。哎呦我去！这刚吃了一口，我四姐就在那儿想的蹦迪。那要是我三哥吃了的话，那不得闹翻天吗？三哥，三哥，快出来，我请你吃跳跳糖了。啊，不需要不需要，这跳跳糖我也有呢。来，我也再尝一口啊。哎呀，啊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啊哎呦我去！啊，爷爷啥时候跟我们说过这
呢。三哥，三哥！啊，你说啥？哎，一天天的就知道玩。爷爷告诉你的话，一句也不记，左耳朵进右耳朵出。算了，不说了，喝水呢。哎呦我去！难道爷爷真的说过这句话吗？